9月16号，张韶涵在个人社交网站上晒出一张自己的照片，并配上几个大大的问号，疑似对早前范玮琪与众网友关于范玮琪曾伤害张韶涵的话题讨论炒上热搜表示疑惑和不解，真的有种无辜的感觉。不过此前网传范玮琪和张韶涵已经不和多年，有爆料称范玮琪曾在张韶涵事业低谷时抢其代言，还暗讽过曾经张韶涵助理活得很委屈等一些不好的行径。如今范范被网友们声讨，却又扯出与张韶涵的陈年旧事，相信张韶涵一定很莫名其妙了。王国劳新闻，往事就让它过去吧，注意自己的言行才是大家最该做的事。报道。